来看这个宝物，哇，超级无敌有那种，我不知道是埃及吗？什么那种异国风情，而且它正中央那个主石哦，这个主石为什么那么有亮度啊？它是做那种不规则状，钻石原矿。哎呦，哎，你说到这种没有亮度，会好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一样，对对对对，好像那种工业用的。为什么你这些原矿都特别有效？我好喜欢它的造型，它是那种一看一眼喜欢它就买。那个就是老物件在拍卖的，也是老物件。该不会就是那个印度网站吗？对，又是很像廖老师的设计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有个性的啦，不一定是异国风，有个性。其实，冷静一点。我觉得你应该是印度那边来转世的。我喜欢这样子，我是喜欢个性的。你知道钻石第一个被发现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钻石被发现的地方是在印度。哦哟，是哦。印度，所以它叫金刚钻。带过，就是它没办法。被切磨的宝石就叫金刚钻，所以印度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。那结果你今天送来的物件，我一看，哇，全部都是原石，没有切割过的。是，他很喜欢，而且他这一件居然还是帮他老公买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件是当初是。我觉得老公看到是什么反应？吓到你要我这个带这个，因为他是做什么职业？他是在那个，我可以讲吗？可以啊，在那个三峡那个八条寿司，他是日本料理店的师傅。对，你看他带这个太浮夸了，你知道吗？日式料理店的师傅，然后带一个，他本身埃及艳后风，赚很多。哦，他喜欢秀气，他喜欢秀气。那你明明知道，你还是要买，因为你喜欢。很有个性，我喜欢。他没带过，他没带过。嗯，你们仔细看那个戒指，怎么了？它不是主石，是原石而已。它包括旁边镶的那些小钻石，也是都是没有切割的原石哦。好，那就跟这个一样，没有切割，我就看不懂了。很懵的，这个就看不懂。买多少钱？这个买没有很贵，这个好像一千多人民币。一千多人民币，对啊，所以大概就是新台币在六七千块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OK， 好，来我们评估一下，帮忙评估一下，请老板一直有一抹神秘的笑，请见价。2000元，只要是买一个你喜欢的都不行哎。对，与其说原石，不如说是原料，钻石99%的钻石都是拿来做原料，什么原料呢？切割磨光原料。你比如说割玻璃，割玻璃只能用钻石啊。对不对？那钻石，那些钻石哪来的呢？钻石原石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刚才廖老师也讲到了，砂轮机上面那个沙粒抛光的那个盘子，那上面全部都是碎的粉碎的那种钻石，那是钢铁都可以磨，对不对？那么硬，所以你应该讲说它是原料。至于说这个台子哈，这个台子是那个铝合金。哇，那要小心过敏的问题哦。是，是不是？铝合金啊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蛮吓人的，但事实上价格并不高哈。所以买东西我是觉得，像而且你先生恐怕也不适合戴这个。他不喜欢，那是不是？对，他不喜欢。但没关系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是赚到了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光是工钱哈，大于那些成本呐，是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么多小钻也得一个一个上去，上去哈。光是花了两天的工做好一个戒指哈，那也要收1000多块啊。所以真的还是要小心啊，同一个网站买到的东西不一定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件呢，我只能说廖老师你找到知音了。黑钻，黑钻我超喜欢的。你看，对啊，廖老师手上好大颗，所以你每次看我们节目就为了看那个黑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看廖老师那个黑钻。哎，你会喜欢黑钻比较另类一点，为什么？对，它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，女生都喜欢钻石类的东西。我想说黑钻是比较特别，可是很少人喜欢黑钻。
我比较喜欢，我还有那种蓝钻，嗯，还有那种绿钻。彩钻当然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可是黑钻为什么你喜欢？然后在哪里发现这个戒，这个钻戒？这个也是一个，但是它是另外一个网站，对，它也是一个也是在直播拍卖上，然后你从镜头上看就觉得哇，他在跟我招手了。这个对对对，你的人生观太特别了。真的吗？不是毛坯料，就是黑钻、蓝钻、绿钻都是不是暗色系的？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哈，我会包色，同款包色，还有那个叫什么 OPPO 啊？啊，是蛋白石。对对对，那个蛋白石，我红的、绿的、蓝的，什么粉的，全部都有，白的有啊，你看它今天也是，都有，它今天有紫色，有没有红色？这个是个橘色，他喜欢多彩，对对对，他喜欢多彩一点在自己身上，是，对。其实买这些东西啊，其实我常常说啊，买东西的三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喜欢，对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我就是喜欢，就是这种。比如说我喜欢吃菠菜，嗯，我虽然不是大力水手，可是我喜欢吃菠菜，没有原因的，我喜欢。那第二呢，怡情养性，就是我对这个东西蛮有兴趣，我就买来自己研究，第三个呢，投资，对不对？啊，投资就是说，哎，我买了这些也会涨价，啊，这是三种买东西的心态，对，你一定要分清楚。所以你买这个就是，哎，应该讲说开心，就是对。我就是喜欢黑钻，对，那这个黑钻呢，一般人很少人戴，哦，那这种说特殊嗜好的人才会戴黑钻。你买多少钱？这颗买也没有很贵，它台币好像是应该也是大概20000左右吧。为什么两克拉多呢？哈。两万，好像三点几，但是它也是有整吨，是是，你看，所以像这种黑钻哈，在过去来讲，它也是原料，可是，有些，黑钻如果设计的很好，哎，它很亮，那是也 OK 了哈，是，这个亮度好像还可以哦，对，亮度还可以，是，好，我们来赶紧评估，今天这最后一件，大概多少钱？价。5000元！天哪！5000元哈，这里面还包含了我对你的仰慕啊！真的吗？是我仰慕你，秦老板。真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黑钻来讲哈，你想黑的东西佩戴起来就是有点难。不过没关系，像这一类的东西啊，你先留着，然后找机会的话，看看可不可以在网络把它卖掉。哦，不要再留，这个没什么好留。没什么好留，是就是把当初买的喜欢，还有那真的还有那个蓝宝有没有？我还为了那个买这个黑钻项链，他这都是很喜欢买一个喜欢。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，女生买喜欢，心情开心的时候看起来就会年轻，这就是我们永葆年轻的秘诀。今天谢谢你，谢谢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。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